心理长的世界，我是老郭，深夜时刻，我们来开铃铛。然后顺便讲一下这个礼拜的活动哦，是狮子舞啊哈。那狮子舞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活动啊，很简单啊，就是你跟团长领，然后会领到一个帽子哈，不，脸啊哈，面具的哈。那这面具呢，就把它戴起来，戴起来之后呢，跟它使用哦，使用，那有三个速度可以选的哈。我建议前面两次用高速了，之后用普通了哈。然后它会在不断的跳舞的过程当中啊，好来拿到道具了哈。那道具的话就是这个五鹤礼带银啊哈，这个道具，这个是一个奖励的道具哈。对，把它打开就会有奖励哈。然后再来就是说。次数怎么看呢？就从情报委托任务这边看，那大概可能三五分钟就会拿到一次啊，拿到三五分钟就拿到一次，这里啊，然后总共可以让你拿十次，然后会依照你速度的不同哦，拿到不同的奖励，所以十次的机会哈，那你可以控制你要高速还是低速这样子。那当然拿满十次就没有用了，那他这个奖励呢，主要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参与的人数，好，参与的人数的话越多，他的奖励就越多。然后，就是参与的人越来越多，你可以回来领哦。那我会建议你在5月4号之前，好，5月4号之前。你要看这个人数，就是他活动结束前，你再来领一次奖励啊。那当然，这次活动是没有铃铛的，没有铃铛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开铃铛啊，那开完铃铛呢，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之前有一个玩家哈，他是新手，然后他有提到他有一些他的抽到手的音节啊，其实他觉得不好了，我觉得可以的，就基本上他有拿到了这个内藤哈，就还不错了，我觉得，因为我的主角一直拿不到内藤哈。点点啦，卖恭维啦。好。啊，我们来调整一下那个。他的那个熟练哈，这个也要抽铃铛嘛，所以我们稍微调一下哈。我一直在纳闷的是，到底是魅力还是灵巧？好，没关系啊，也可能是看脸了哈。来主从羁绊哈，来看一下数字哈。好，我们采用1000/1000的哈，1000/1000。那宠物就不用说了，因为宠物我一直都是羁绊最高的那一只啊。我是羁绊的，不是你的议会吗？785，应该是我羁绊一只，应该是羁绊这一只吧，好，那没关系，来，我们来把铃铛全部领出来哈。这一只的话基本上是什么都不缺了啦，因为这只很诡异哈，我这一只居然是我目前角色里面算是最齐全的哈。当然它的铃铛还是要继续抽啊，只是也不知道在拿到什么会让我觉得惊讶了哈，运气太好。来，三个甲，一个乙，然后10个刃，你看还有2个银，5个矛。好，
那因为呢，我还要再说明其他的部分哈，所以我这边的话就抽快一点哈。我们来开的试一下连开啊哈，连开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基本有哪些角色哈。你看我这个角色，你看物理攻击手啊，单攻啊，群攻啊，三号也有了哈。然后还有信春，还有风魔，还有直江，还有苍信，哦，就等于说大概单攻群攻都有，连金川都有了，还有雨生，哦，单攻群攻都有了。然后还有安源将间的，这个都还没装哎哈，还有鬼田盾也有了哈，哦，内藤也有了。所以基本上这一支应该也没缺什么了啦，哈，没缺什么了。那如果真的要缺，就看是伊达还是怎么样了，伊达还是武田，没有武田的，好，这一支就是没有武田，对，没有武田。哇，那这支我再拿到武田就非常的完美哈，这几支都很可怕哈。还有加康哈，加康也是很重要的哈。然后我这边鬼神石油都还没有用哈。单攻手有人喜欢用杂贺孙氏啊？为什么？他是炮铁炮，有人喜欢用铁炮，因为铁炮的掩护发动的话也是很可怕的。来，这个零地先零掉哈，这个零地很重要啊。我们就来拼连抽，好吧？好，我们来拼连抽。先单抽一个亿，哎，金的哦，山中俊房，就是 cost 变三了哈，人了哈，好，我们来抽两个亿。两金，哦，是还好啦。高坂昌信哦，高坂昌信是还好，他是，我是这次居然没拿到，居然没拿到高坂昌信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甲哦，甲三啦，三连开啦，三连开三连。高坂昌其实还好。目前也没看到什么好，来开三连甲，哦，两金一蓝，锦衣大叶铁，这都还这个都还好啊，哎，我没有大叶铁啊，好，然后我们再开这个十个刃哈，十连开哈，开场十连抽，这是复归的哈。嗨，哦，有大的哇！光安秀吉，哇哩嘞！哦，鬼月灾有 cost 降了。哎，光安秀吉哦，耶、yeah ！其实这两个都不是很强啊，可是好了，勉强的。蒙烟哈，哎、欸，怎么好像感觉连抽比较好？感觉连抽比较好，灵巧高比较好。好，我们来卯五连抽啊！开，哇，五个金！半长信。池田胜，哎、欸，有没看过的呢？哇哇哇，配料怎么样？哇，感觉要连开的感觉呢。哇，这只很邪门呢，是因为灵巧高的关系啊。我后面再来试看看，还不错呢。有心的我就很高兴。是灵巧吗？不是魅力吗？
因为我之前有一只神、哦、用魅力1300去抽，然后抽到一堆大便、哦、我就没有 那一集我就砍掉了、哦、抽到一堆大便了、嗯、我了解抽到一堆大便的感觉嘛、哦、生命力万力气力好羁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角色哈，来看一下有哪些角色。哇，这一集精彩的哈。然后我们来说明这个新手的问题啊，新手的问题，我就开他组的角色哈，让他看一下那几只角色怎么用啊。来，他本尊是阴阳，我本尊这一只是炮，因为我阴阳那一只的角色是没有拿到内藤、啊、所以也不适合拍、啊、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抽到的角色还不错、哦、那我开始感觉到是可能要用灵巧，这都有了，原来就有了。昌信是建议想办法弄到手，如果没有用竹中、哦、然后我们刚刚抽到一个秀吉啊，秀吉的话是魅惑术啊，可是这个魅惑术发动，我觉得因为你本身有在抖、哦、除非你不准备要抖，你再带秀吉。有些人打王是不带抖的，因为他们怕抖会诱发王放大绝、啊、好，那再来光安哈、啊，孤身啊，使所有敌人一定时间进入魅惑状态哈，桔梗啊，没有想象中的强啊，好，这一个诱惑，一个桔梗啊，好，光安、嗯，可是这个有可能是因为我等级当时测试，我毕竟有光安，我测过了，那桔梗没有那么强。主力一招包围敌，这个好像类似唱机，好，类似唱机，好，类似唱机，然后又可以提高攻击跟防御。只要你看到有防御力这个字啊，就是有减低敌人攻击力的能力啊，而且它可以全部唱机。好，刚刚有讲到一只倒也一体，它是什么？哎，吸引，这是自身哈，自身哈，就等于它是冰针的哈，可是它有拳大的能力，就可以说可以当盾这样子。可是其实冰针当盾，那也要打不死啊哈，除非用不死，除非这一只可能用一个方式，就是。用这个他拳拉，然后另外一只用那个什么那个结界啊，哈，用不死的结界啊，哈，激乐哈，激乐他，然后他用拳拉，看能不能撑住啊。如果能够重叠效果的话，那就非常好用。再来高坂昌信哦，这一只它是会有。三体啊，火攻击哈，三体的火攻击，角洲军血火，然后还有一个北条四班哈，这是一打的简单版啊，单砍，而且可以使敌人的防御力减半哦，哦，感觉还不错哈，就是单攻手哈，本多忠胜哈，天下无双戟啊。你看他可以使打敌人五刀，然后降低对方的命中力跟回避力，还有增加带死，这是蛮厉害的，有人蛮喜欢用这一支的。安藤守旧，哎呦，这个腹蛇尼斯之前不知道是哪一支啊，是明智光安吗？也不是明智光安，不知道是哪一支还会这一招，
腹蛇逆势，可是效果不是很好，哦，不是很好。它也是抖啦，一种抖。哦，这两个拳，刚刚这一只打半长信，哈，半长信，秘传啊，手里剑短五，三只气体无法行动。刚刚看到这一只，我没看过的哈，这一只是我没看过的，池田胜正啊，是武士道哈，来，哎呦，会沉呢，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哈。这个就有点像，它是一定几率的哦。可是你看那个内藤哈，内藤哪里？居然看到一只会用麦招怪招的，内藤哪里？赤田胜的武士道会放三号叶线。这只，哎，这只内藤，他这个是使对方全部变成无法使用妖术的状态，哈、哦。可这只四八七七比较好奇，可是他已经有一定的几率的了，哈、哦，蛮高的几率，而且他修炼还可以复制，哈、哦。但是池田胜的这一只是因为长时间陷入沉默。一定几率，好，这个就要测试了，这个要测试，有机会我们再来测试。我今天要来讲这个玩家的组合啦，玩家的组合，我们今天讲玩家的组合，它 有一些角色，我们来给它说明一下，因为我是建议他暂时用这样的组合啦，我就让他看一下。好，有道场女孩，好，我们来说明一下。第一，她有拿到三号，好，三号，然后拿到一元余生，好，她本身是阴阳嘛。然后我建议她有道场女孩，然后有竹子，然后竹中半兵卫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三号。金川雨生道场女孩出土版面，好，这样，那需要什么？他还需要什么？需要一个秘教，好，需要一个剪杀手，好，剪杀手。那因为他还没有拿到财杖，好，他还没有拿到财杖，所以我建议看，如果是没有拿到财杖，哦，他有这一只，他有内藤，那我们就用内藤。你没有办法去剪杀，你就封住对方的树，这也是一个方法，哦，这也是方法。内藤，内藤在哪里？在这里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开个台，我们这边就直接打三，好不好？三是说基本最长，一到十最长的了哈。那我们打一二三好了，一二三，给他看一下哈。来，好，这就是你的组合啦哈，就是你的组合。那我们先打一场，让你看一下他发动的状态哈。你是攻手，当然不用说了哈，就是对着。目标打哈，再来，这个就是内藤的基本的技能哈，你要开场复制这么一种，或者是黄灯，当然对方等级太低，可能复制不了黄灯啊，所以你看我这个动作哈是绑黄灯，所以他会一直复制这么一种哈。然后再来的话，雨生的优点就是他会海刺雨，就是打全体速的。然后三号长庆呢，他也是全体术的，所以你这两个要让他发动全体术的话，你要抓一个时机点哈。然后竹中半兵卫的话，他就是会全抖，哦，还蛮稳的哈。
早期很多人很喜欢养祖宗，那是因为真田不好抽，但是其实你在野外打祖宗使用率还蛮高的，所以祖宗还是要把它排好，它技能要排好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祖宗要搭配古神嘛，你又刚好有三好，三好就是古神，它可以设一个技能是给他那个补气的。那你看他两者一趟赋予，他一直没有放那个补气的，那这样就不对哈。那等一下看要检查一下他的技能，比如说他是不是改成手动的哈。那金川的话哈，他就是一个很耗气的大炮。那如果你有古神的话，你有办法去设定一个补气的，让他去补金川也是可以啊。因为他两个都是阴阳师，那三号会去补到谁，那你就要早点设定。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技能，他复制不到他就变成废物了。好像白灯被洗掉了。你看海刺鱼其实也是蛮强的哈，鱼身啊哈。我为什么没有把它等级带上去？是因为我已经有其他的了哈。基本上海鱼身的话，就是让它一直打海刺鱼就对了。其他技能就不要放。那像这个为什么复制是密咒没发动，是因为它复制不了，我把它绑了一个黄灯。其实如果你不让它绑黄灯，就可以用开场复制一次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开场复制一次就好了。那等一下把它改一下，不然它这样就变废物。那议员的话就没有那个了，没有气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改一下，改一下气了。来，我们来改一下，这样就没有效率了，把它改一下。那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现场之野望，深夜时刻我们来抽铃铛，我们来抽铃铛啊。来看一下哈，林巧1048，魅力1436。刚有试了一下哈，好像那个连抽状况好一点呢，来试看看哈。来三个甲，金金也还好嘞哈。一个单抽啊，金都有了，给我一个内藤会死哦。啊，银啊，居然出了一个垃圾。啊，毛五个。哎呀！哇哇哇哇哇！有大鱼，有大鱼！谁？我的天！好烂啊！哎呦，给我一个内藤是会死哦。来，认啊，十连抽。主张一直抽不好，而且抽不到内藤，那真见鬼了。开！我靠！哎，没有好的啊！哎呀，哎，可是有近景呢，哎，感觉要连开好一点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。
你看他有拿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哦，感觉像高林桥也好一点，宇佐美啦，我本来没有宇佐美这支，本豆本来就有了哈。宇佐美，宇佐美，宇佐美。哦，色布，碧纱门之皮音。调四照四棒，地虎长镇，有一只歌很多众生，这只啊，拿到这只，野心之眼对单一敌人发生火属性描述，古神啊，可是古神应该没有那个秘教好用啊。只是不知道他这个野心之焰的攻击是多少，也许有机会我们再来试哈。细川情缘对自身设想上的神具特定要说什么？这就是对自己嘛，给结界恢复生命力有长这样子哈。三好长意，敌人。随机化，有啦，近景啊 ，cost 降一，其实这个就没有意义啦，这个就没有意义。我的本愿是又降了哈。突破四了，哎，哎呦不错哦，生命力27349，那这个呢，28788，哦，那就还是生命力的用它比较好。哦，不破光质啊，不破光质，辐射，这个效果不好。好，就到这里。好，这样就开到这里。哎呀，给我一个内藤是会死哦，这是细川情缘，名字光秀。不过感觉好像连开会比单开好一点。哦，连开会比单开好一点。那这个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好，那就到这里。欢迎点爱的分享啊！好，欢迎点爱的分享，开铃铛，开铃铛，开铃铛，好一只啊，孩子，好一只，好。来，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长世界，我是老郭。来，今天我们继续签铃铛哈。然后根据之前的发酵，好像是灵巧高一点会好一点哦。然后最近好像要连开会比较好哈，然后来试一下连开啊哈。已经两只连开的影片都已经做起来了，我们再把它剪在一起了哈。来，连开啊，先开梦幻甲哈，这是基本的啦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音节甲哈，这是梦幻城的连开哈。哦，两金，雨声其实都有了啦哈。觉得铃木重量其实算不错哈。来，开乙哈，连开。金。色布，我其实都有了。好，心，我们来看一下心啊，哈，心没有看过哈，心是之前的哈。
0.26 五天性血患癌抗原血在的本多正性咳咳，五天生的还没进来啊，哈，那这个哦，之前性的哈。哦啊，蓝色，蓝色就昏倒了，蓝色。好，没关系啊。开一个银。刚开好都不是很好，主中半兵位。好，关键来了哈，关键来了。我们来开卯好了，好，开卯好了。之前洗袜子的。五连抽，三金，哎，鬼亭，丹羽长袖，哦，鬼亭有吗？哎，鬼亭不错哈，鬼亭不错，鬼亭可以取代道场女孩啦哈。丹羽长袖听说那个补血啊，五郎秘佐，所以高龄的连开好像不错哈。来，最后看刃哈。哇，真的连开好一点呢。北条氏康冈部原型还被刚住，虽然没有大咖啦，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多了一个海北钢琴啊，有发现高龄，然后金的是比较多了，可是基本上我很多角色都有了哈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，可以等下一期我们再来累积足够再来弄啊哈。那我看看这边，嗯，我这次已经是有五天新选了，真田也有了哈，抽不到神来没办法试哈。这次还没有，抓上重点还没有。北条氏康已经 cost 2了。这次是补血啦，神明 T， 这感觉可以取代那个神子啊，给个七根血，感觉啦。啊，鬼亭左右在啊，他这是比较好的结界，欸，可以一直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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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取代道场女孩，因为他的拉会比较稳定一点，对，他拉两只应该就全拉了哈。这只好内疼。好，那就到这里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可以看到最新影片。那简单的把几只的铃铛都抽一抽给大家看，感觉高龄的连抽会比较好一点。我之前都走高美啊，所以走了一阵子的冤枉路，所以这个游戏还是要高龄才是生产跟抽奖的王道嘛。其实灵巧跟命中率也是有关系的，我们不知道说它会不会跟你的运气有没有关系。然后这个随时可以调回来哈。祖宗羁绊，然后身上的东西也要调回来。高龄，
为什么我用腕力啊？好奇怪。OK。只要基本角色你升八一定要做起来，哦，升八一定要做起来。然后这次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，哦，这个野望的腰带，我之前才发现到时候居然设定在灵桥上面，哦，其实这个应该不是设定灵桥，哦，这应该设定，要集中在魅力啊，因为它是那个捕食。不是的话就是自媚啊，哈，自媚。那耐久力也是可以啊，哈。就是说把剩下拉来自耐久力，然后再加加点智力，好了。哎，完了吗？又是三十，好，可以。好，那就这样子。好，欢迎第二次分享。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线上询问或在 YT 上留言哈。那这本周就是这个跳狮子舞哈，那狮子舞很快哈。那你只要快结束之前的话，再来领一下奖励，就可以知道他参与的人数有多少了这样子。那至于这个十次之后的活动，这个哈，啊这个。狮子的奖励，这个，好，这个就是看你狮子跑完他给你多少啊，嘿，你要转快转慢都可以啊，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差，好，那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下期再见。